1月21号到1月27号十二生肖运势。属鼠的朋友这个礼拜呢要全力进行冲刺，努力一定会有收获。属牛的朋友，尤其是男性朋友，要注意桃花的部分，尤其是自身的言行必须要小心。属虎的朋友，埋身自身的这个事物，建立稳定的基础。